好的，如果你是中华电信的用户的话，那你很可能免费的，就是买到这台手机啊。当然，背后这老虎是我自己贴的 Ed Hardy 的那个贴纸，刚好是虎年呐、啊。那，因为它是跟中华电信搭配的，所以它就有哈米啊那一件，还有 Kidoi。那有用中华电信号码的朋友应该就知道这是什么。可是，也许你也有这样子的内建的加值服务，但是你没有这台很屌的串联。好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就选 Kidoi，然后来选一个比如说餐厅哈。那好，比如说选餐厅啊，我刚刚已经试过了，现在等于是再操作一次给大家看。那就选这个牛排好了啊，牛排。好，它的反应都很快哈。现在是上网连接到那个中华电信加值服务，就是那个 Kidoi。好，比如说兔子听音乐餐厅，我以前去过一次，可是第二次我要去的时候完全找不到，我整个大迷路在青田街。可是现在你有了这台手机之后呢，你就用这个加值服务 Kidoi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轻易的找到这个兔子听音乐餐房的电话跟地址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忘了这是一台 Garmin 的导航手机，所以你看，这里直接就可以立刻要求导航，它就会立刻连到地图去。那大家看看它的反应快不快哈？我先按下去之后呢，只过了大概3秒左右，我现在所在地的地图呢就会开始出现，然后它也开始定位，然后就开始要请指引参路考喽。建议路你看，线行驶。已经可以出发了哈。对不起，上面容我保留一下那个我现在的所在位置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这台手机之后，再结合中华电信加值服务之后，这个 Garmin Asus M10 会让你在出外的过程当中会非常非常的顺遂，跟非常非常的方便，厉害哦！